手臂手腕放松，把你的手尽量的带到你的肩部。好厉害，展大人，你教教我呗。手臂手腕放松，把你的手尽量的带到你的肩部，挥动小臂带动手腕之处。再来一次。丫头，想什么呢？想展昭了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怎么了？我问你是不是想展昭了？想啊，我不仅想他，我还想包大人、公孙大人，还有薇薇姐呢。丫头，这两种想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一种是对家人朋友的思念之情，另外一种呢是对喜欢的人牵肠挂肚的相思之情。你对展昭是哪种啊？思念，一定是思念。那你是不是查完案就要离开开封府了？舍得吗？开封府那么多好吃好玩的，你都没吃没玩呢，你舍得走吗？早市李家的灌肺炒肺，东华门的醪糟海参、醪糟汤圆、麻铺海参、鹌鹑骨短，我记得你喜欢吃甜品，西市有家甜品铺，泽州行、天花饼、乌梅糖。你衣服也湿了，你去换吧，我出去等你。不用，外面没地方躲雨。包裹里面有吃的，吃完赶紧把衣服烤干。绿豆糕跟猪油糕，没想到你平时看着挺呆板的，做起事来还蛮细心的嘛。谢谢啊。唐诗儿，我小时候就有了。哎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我保证全带你吃遍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丫头。好啊，好。真的？嗯。时候不早了，困了。快睡吧，哎，被子盖好。你也睡吧。Thank you.